今日这个天气啊，那这样你要冷，敢知影？知影原因咩？举手我看。我病也腹肚疼，我情况。十二月二日，咱台湾民政府220个人去靖国神社参拜。参拜的时阵，咱台湾人比日本人搁较伟大，所以咱参拜的地点是伫日本天皇参拜的所在。日本人真侪甲我讲，我一世人去靖国神社参拜几啊摆，无一摆会当入去内殿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去年、今年拢去内殿去参拜，这是正是一世人上界大的影响。你讲对不对？我即马要讲一个代志，这个代志呢，当然是唔是一个读到大学、读到硕士、博士的人应该讲的，但是这我爱讲，因为这是属灵异、属这个性教方面的问题。咱有两个同心甲我讲，伊讲。有人去日本靖国神社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祭司啊，穿迄个帽仔尖尖迄啊，迄祭司啊，拿迄、那个迄叫啥铜幡啊，旧年十一月，冷风吹出来，寒到是时阵，但是迄个铜幡插落以后啊。今年啊，咱有一个两个同志啊，同时啊起动。当然，坦白讲，这是佛教、道教方面的讲法，你甲听听就好。伊起动的时阵，咱的同事有甲伊讲，因为你知影起动吼，迄身躯是安尼捉紧真大的动作。来你这个限定，伊讲讲哦，咱去参拜，你若要起动哦，动作唔通伤大。要起动的以前，这人一直打嗝。所以，后尾打嗝真厉害的时阵啊，伊讲扶去边啊。我打嗝较真厉害的时阵，咱这个同志甲伊讲。啊，无你的身躯啊，照迄个灵啊，伊要讲话，互伊讲啊。伊全身躯照伊，这个灵，这个灵啊，伊有讲，伊讲，伫靖国神社的台湾人，唔是39,100，伊讲有40,000+，当然。咱这个39,100是伊的记录，无听伊讲的是真的嘛？不一定。伊讲，因非常的感动，台湾民政府67年来第二摆去甲参拜，去年去的时阵，因真感动，但是，因就是讲，咱是去。去旅游的，这边，伊真真正正体会着讲，台湾的子孙，还不会记你因啦。伊咧去当的时阵又讲，伊讲，阮想要对恁回去台湾看，因为。本来日本天皇无批准，因袂当入开靖国神社，所以咱这董新芳去参拜的时阵，伊要替伊讲。所以今日天气这么冷，
我个人认为，咱台湾民政府本来是有228的文章来给咱保庇，来给咱参加，即摆佫加上39,100名的武将来参加啦。228过身的这些人，拢是读书人，读愈悬，抬愈紧。但是今日，这是39,100个，是去参加作战过身去的。这些人会保庇台湾民政府较紧执政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唔是讲迷信，但是过去这年来，确实实，台湾民政府伫各方面拢有真大进步。现准时，台湾的外口还够真济人，一方面惊吓，一方面认为中华民国咱有通稳准，互恁台湾民政府去生存。但是事实上，咱伫这个所在已经成立两年啦，恁的训练率第一期甲46期，无一礼拜咱是休困的。咱有2500码完成咱的训练啦。咱的高进班已经有10届啊，有1000多名，每一班拢几千名。咱上届进的高进班，伫一月初四、初五、初六。咱阁有一支，你有当会感觉真奇怪，谁拢爱训练？我都足爱台湾啊，啊，哪会再阁训练？各位，我定来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政治上的口号。我甲你问过，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对不对？拢讲对，大家拢举手。你若无训练，一定拢举手。但是实际上，你就已经知影，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呐、啊，台湾人无台湾这块土地主权呐、啊。这块主权，伊的主人是啥物人？是日本天皇呢。伊的法律的论述就是1895年4月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配偶挂号日本天皇。敢那秘书，这间厝。来卖给别人的时阵，那间厝的主权当然是卖给伊迄个人，伊所拥有的。所以你唔通想讲，台湾人住伫这块土地，就是这块土地主人，迄是伫政治上的口号，会使你讲。你知影，现准时的国际上，的国家有两种，一种是总统制，那总统制是啥？就是无主人的。无主人的国家，当然要选一个主人出来做总统。那总统就是代表迄个国家伊的主人。另外一种的体制就是皇帝。大英帝国、大英国协，英国的女王，伫大英国协内底有51个国家，拢是大英国协。虽然即马现准时的社会已经进步到，女王未当直接来下令叫你做啥，但是伊51个国家的人对这个女王是拢心中啊有主，心中该尊敬，等于是一个精神上的一种的领袖。今日的台湾和现准时的日本新日本政府完全同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大日本帝国。伊的土地是伫北方四岛、福冈，即个北海道、奥沙卡，北海道、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、琉球，主岛就是独岛、尖阁群岛、台湾、澎湖、甲新南群岛，即几个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。因为发生战争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所以去予同盟国解处分。咱大家上过课拢知影，将领未当移转主权，所以同盟国伫签这个契约的时阵，条约的时阵啊，
伊确确实实做唔到，无法度解决的难题。所以，将台湾要求日本的政府，以这个日本政府、新日本政府，是已经脱离大日本帝国的政府，该重新制作宪法的一个政府。但是，咱台湾人所受的教育，唔知影讲，即卖日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有共款无？当然嘛无共款。即卖大日本帝国，他们还阁有存在，有存在。天皇若存在，都亦有存在。只不过是讲，因为天皇的权力，伊国金山和平条约，去互伊 suspend， 去互伊悬置起来，甲吊起来，伊暂时袂当讲话。但是，日本天皇得到台湾这块殖民地以后，人依照规矩，照万国公法的规定，来建设台湾。1937年宣布台湾方面化，因为伫马关条约内底，无承认讲台湾人是日本的公民还是国民，只干那承认讲台湾人是日本伊的住民尔尔。由住民来变作国民，变作公民，要经过国际法的规定，就是万国公法。所以万国公法，予咱台湾人由殖民地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讲一个证明真简单，第一就是第19日的台湾的总督安藤利吉。不是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，是由日本的迄当阵的首相来任命。第一届到18届的总督，拢是由日本天皇任命。第二个证据就是1947年2月7日《意大利条约》内底23条，意大利来放弃索马利亚的 right 甲 title。但是日本放弃台湾是放弃台湾的 right title 甲 claim 权利，甲另外一个这个名义啊，甲主张。迄、那个主张，这个 claim 就是 territory 领土者所拥有的人才有法度来放弃的物件。所以其实，若讲过一点，什么人拢无法度甲咱变，尤其是美国。以及的董事长，含美国都唔敢甲咱台湾民主来辩啊！你想看卖啊？现主席台湾社会内底有一挂人，拢是自以为聪明，拢是自以为用感情的用事，但你讲台湾的地位，其实拢唔对。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，他拄啊，总理嘛讲一句话，咱的议长嘛讲一句话。咱若感觉对的，咱向头前一直甲行去。你讲好唔好？台湾人不鬼面啊行，坦白讲，咱都爱照什么人是正面啊正。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美国是台湾的主要正面权国，正面者安怎讲？咱就爱安怎做。当然，伊占领者爱守规矩，伊袂使你将台湾人民的人权感受到侮辱。所以，咱告美国告成功的原因是啥？啊，嘛是讲美国即卖有照法院的5点的判决伫做。我想讲，搁再一摆，甲各位讲，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的5点，第一。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。第三，本土台湾人还阁生活伫政治的联合。第四，承认美国还阁是台湾这个土地占领者。第五，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咱这个原告。美国判决以后，到今日为止，拢有照伊的约束、照伊的判决伫行。甚至讲，
2010年7月7日，邀请咱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。各位，到今日为止，这间办公室还阁伫咧呢。我慢慢看到网片，讲伊有敲电话，讲伊去看，讲迄假，敢若一个讲独生子。我甲各位讲一句话，写这款文章的人，伊是骗子啦。明明白白，这个办公室都还阁伫咧，竟然有个人会当讲伊去看，啥物？敢若看一个工读生，伊就是讲台湾甲美国拢共款的，有工读生，买对车工读生啊。实在讲，到今日为止，外口任何的批评，外口所有的谩骂，我林志兴从来不回应。因为我足清楚的，我嘛要求咱所有干部，家己自身爱做好，家己自身的行为爱做好，袂使让外口有一丝啊来甲咱攻击。为着这点，我家己本身以身作则啦。今日。我相信咱在座是甲去年比起来，今日请加一辈人。但是我嘛要甲各位讲，虽然加一辈，咱离开美国要要求政权要给咱，还过一半的距离啦。美国要求政权要交给咱的条件，第一点，要向最高法院。提出228个当时高的名单，咱已经准备好。第二点，1945年，当时传两个组织来台湾执政的时阵，占领的时阵，一个名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一个叫做台湾警备总部，伊要求。行政对官公署当时是带1,000,000的公务人员入来来管台湾。迄当阵台湾人口是600万，今日台湾有2,300万人，照比率，咱来训练4,000名来做公务人员。咱已经有2,500个参加初级班，1,000个参加高级班，咱完成一半啦，对不对？第三要求，美国正式要求，你台湾现出是这个土地的人，是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本土台湾人，另外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咱今日的困难点在哪？以前太多啊，这些官车，咱的上海主持人，你敢问？你台湾啦，我台湾啦。啊，你有找 ID 无？伊当然听无 ID 啦。你别甲讲，迄个叫做身份证啦。伊讲我有啊。啊，你什么身份证？我台湾身份证啊。各位啊，咱受过训，你拢清清楚。你找出你的身份证顶关写啥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对不对？台湾有写台湾。台湾有写台湾。你别讲你台湾那个无可能诶。啥开？今日再去甲我讲一个事情，伊讲伊高三作的去美国访问，一堆人拢去学拒绝入面。伊讲，我是免签吗？伊讲免签是免签，无甲你讲免迄、那个免签证入面美国的。这毋是头一摆听着，已经有足侪人去美国移民署甲讲，要入关的时阵甲讲。伊填票，伊讲我是台湾人，啊，你要证明啊。护照顶管写啥 ？Republic of China。移民官袂晓讲汉语啊，袂晓讲中文啊，叫华航的翻译官过来。啊，顶管写啥？也蛮阿阿骗啊，迄中国人啊。单位有写台湾，有啊，迄方面有写一个台湾啊。
但是佫要拍开内底一个国籍 ，Republic of China， 明明就是讲你是中国人嘛，当时甲你讲你台湾人，所以甲问讲啊，你有 ID 无？伊讲有啊，佫摕出来看，顶面写啥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倒位写台湾？有啊，我伫台湾拢安尼讲。欸、你在台湾安尼讲，无表示美国甲你承认，无表示国际甲你承认呢。连续甲骗两摆，叫你去小房间啊，那底下物件摕出来，你100块、1000块、500块，顶管拢写啥？卖讲1000块啦，铜板就好啦，1块的铜板啊，顶管写啥？中华民国，无一字台湾啊。这不是你跟你骗，你欺骗全世界人，不是这还不是啥？所以美国跟你拒绝你入境是合理的，是100%。台湾人到今日无多理解，所以台湾民进会成立，就是叫美国的意思。咱甲告，当然跟你讲，啊无好啊，无你来创啊，无免啊创。我你爱讲啊，不是我讲，你爱甲教，用啊无安尼啊，啊我互你同意，互你发言，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啊你们来写一个公民权利法案出来，就是定定总理上去甲各位讲的，两年外前开始的时阵，10个人，逐天伫开会，写写，就是讲安尼真赞啊，因为咱台湾人心真软。内底有相有讲，啊！若伫台湾待较久的，啊，就予伊中国人待较久的，啊，就予伊公民。我甲你讲，这个法案报去美国啊，无两天就拍倒转来。美国讲 no， 唔是讲你待伫台湾待20天、30天、40天，你就是台湾人呢。因为台湾是占领地，占领地也没有移民法，也嘛无难民法呢，所以咱经过个修改，那这点，咱的法务大臣曾源啊立了汗马功劳，曾源徛伫遐，甲拍手，甲多谢。伊去当阵，还阁是中华民国。树林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呢，伊是冒着他去被斩掉的危险来呢。不过伊即摆已经不爱做啊，我是我来做律师，我甲鼓励一摆。他们讲，像伊这种的公务人员真多啦，现在是咱的民政府内底，唔是干那伊检察官。法官、警察、现役的警察人员，咱有一堆的，包括将军一个中将，上校，嘛有一堆现役的，来伫咱遮呢，所以咱才会知影足济消息呢。就可比讲，比日本专日本自卫队，伊的人口要到2亿，你知影伊的将军有几个？261个人而已，听清楚呢，不是1000呢，是261个。你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澳大利亚将军有几个在台湾现役的？400个。咱这2000万，人伊2亿，咱有400个，不是咱啦，中华民国啦，中华民国400个，啊，伊261个，看到鬼样啊！阿伯哩，伊个现主席退伍，你领退休金一个月领10万到30万的，有2900块。七千几元嘞，七千几元嘞。各位，伊讲伊在保卫台湾呐、啊，其实台湾是不能保护的，是美国人占掉。咱目睭所看，伊当时去参加战争，无呢？
伊即马含演戏都无用炮弹，用放录音带呢。靠，一个欺负人太甚啦！你来看我，今日台湾人还可以做中华民国官员，和遐死中国欺负了无够，含台湾人你甲你拨北下，台湾人足高义，拢袂晓讲，拢乖乖逆来顺受啦。所以我常咧讲迄个故事，黑蚂蚁甲白蚂蚁，爱甲红蚂蚁。各位，我们当黑蚂蚁当得太久了啦，爱警惕啦，对不对？好。赶快来丢名！你去年诶忘年会，各位互我印象足深诶。我甲各位讲，一月十四唔通去投票，我看下骹来闭嘴闭嘴。我讲马英九会赢，蔡英文八十万票。我会记得我讲两届，迄阵拍手很少呢。听讲结束时阵，沿路你讲着讲哪有可能？啊，蔡英文局势这么好，小猪养了那么多。各位，马英九加蔡英文几票？是不是八十万票？安尼比国有搞无？有搞无？大家人唔敢讲，迄有只小声，伊唔对嘛。我唔是钦佩讲美国人放会正尔，今年五月份、六月份，我咧上课时我讲啥？我讲，自民党、日本的自民党，这边的选举，就以会赢三分之二。不到四分之三，我有讲无？各位，我相信这边二六选举选举以后啊，日本的选举以后啊，当然伊无注意讲我有听到，因为咱林秘书长真的好厉害，我不是厉害，是美国甲我讲的啊。当时我迄阵就讲，安倍晋三要做首相，我讲无。我甲你讲，我咧讲迄个话啊，含我本身都不太敢相信。日本的制度、政治制度内底，无一摆讲首相做了无做，搁去做第二摆，没有呢。所以美国甲我讲的时阵哦，坦白讲哦，我嘛。犹豫再三，讲：“我敢谈讲，我你做你讲。”啊，想呢？安倍晋三，美国改建议，因为安倍晋三的助理，有人来恁受训。我甲看看目睭，所有的政治人物内底，都甲安倍晋三派人来受训啊。我今麦在讲。啊，所以伊想的时阵，伊听得足清楚的。清楚以后，美国甲我问，因为你会记得，咱去过美国以后，美国含咱参详的策略就是讲，过美国去引出日本，所以上咱迄条路途日熟美强。我再甲各位讲。美国所要求的，去讲日本来印出来，咱已经成功啦。因为今年，咱去日本全国新生以后，去日本皇宫，甲日本皇帝祝寿。你唔知有注意看无？你去网顶去看咱甲翕的迄个相片，日本的皇后，甲日本天皇讲。台湾民众伫头前啊，就迄阵人啊，叫伊头仔外过来甲恁看，伊是真真正正，本来我这边哦，朋友的嘴讲讲的，伊嘴歪过来，佫甲恁打招呼。
我再给各位宣布，在今年，今年都忘记十二月十八那一天，咱拜托的人去跟日本的风友讲，当时搁在一摆，是日本交予的宪法的诏书，予日本的皇帝。恁阿公的土地啊，遐亲民啊，等下甲你叫死我啦！所以坦白讲，日本天皇非常欢喜。我上课我有讲，我今年我上大大愿望，就是日本天皇会当伫寿诞的时阵来讲一句话，感谢台湾民众的各位大家辛苦了。我有讲无？这边伊有讲无？日本天皇拍死讲，所以伊叫伊的司仪讲两摆，台湾民社府喏，闽阿三妈无哭了，两摆啦。各位，每一摆我伫上课，我若徛遐讲的，每一句话拢是话，拢会达到啦。咱甲日本天皇讲，你日本通天皇，你爱知影，台湾这块土地，伫恁阿公的时阵，已经将这块土地变作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伫国际法的内底，杜洛斯伫写的时阵，伊写袂落，伊无可能将台湾这块土地割予别人。但是今日，我要甲各位讲一点非常重要的观念：若无日本天皇，台湾这个土地变作国际上的无主土地。若无主的土地，什么人承接，什么人退去？你唔通讲，我台湾人承接 ？No， 因为台湾人无组织，无组织。都要有组织的，伊若去甲你占，伊伫法律上伊就提起，会变作什么人占呢？中华民国。所以各位，美国看到咱去甲日本天皇讲，美国表示非常非常的欢喜，你们做对了啦！中华民国已经无可能从台湾这块土地退去了啦，所以我伫咱的官网顶块有写文章，咱即摆开始的战场，为一月份开始，战场为日本，刷到个美国，咱要刷到个美国的战场伫倒，后个月。咱要派人去，去甲美国的国防部部长、甲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见面。我台湾人，甲日本皇帝接受。我台湾人要要求，甲琉球同款，当你美国占领的时阵，你予琉球人履行政见。我台湾人的旅行证件就对了。各位，我忍耐到今日，我不爱出去，就是因为我无旅行证件。所以当美国去谈判的时阵，伊已经有讲啊，我会真紧的速度给你，真紧到今日为止，已经过三个月啊。我还没有看到，所以我要主动，咱台湾民众主动要去找美国人来讲啊！你有担心不？有担心不？当然非常感谢各位啊！是这年寒天，你也进来，这是39,100名的武将。伊来参加咱的宴会，因为因是阴干呐，所以较冷。咱人阴来了，对不对？
文将、武将拢有啊。即摆上欠的是郎将啊。咱有四千名的郎将，各位，为今日开始，一个人介绍一个来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好不好啊？但是我要要求，爱介绍头脑较好的呢，唔通介绍两公的呢？什么台湾也好，中国好比赛呢？我咧讲两公啊，你唔通看话人尖尖啊，翘翘啊，迄读读六十七年的教育，拢是两公啊。好佳哉，沙凯无叫迄三个瓜车来受训。我看因回答了两公两公呢，所以这么无跌，我才敢敢讲啦。啊，来遐久我就唔敢讲。啊，我怕放保你听哦，赞成啊。我意思是讲，教一寡介绍一寡谈啊哈，我甲你保证一点。最近都是张阿明啦，我甲美国讲啊。我甲要求啦，我往年岁我要宣布，我要宣布啥物物件？啊，人爱千里迢迢来，啊，我听无物件，阁袂使哩？会使哩无？会使哩无？我无听呢。袂使对不对？啊，你我来讲对不对？美国伊唔进去，甲你讲，台湾民政府满两年禁止你接近这款。但是，当然爱讲啊。美国的要求你卖做着的，啊，无你好，你尽管今日尽尽管等好你啦。但现在考的什么人？咱的总理啊。啊，刷你话，咱的一定爱考啦。啊呐，无人啊。你未当国别叫呢？请各位讲。咱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去靖国神社，我头先甲你讲迄启动的代志有啊？你知影启动的时阵啊，迄人对话的时阵讲一句话，头拄仔我听着，我听着吼，鸡毛皮吼拢痒起来。伊讲吼，我要对恁转去，所以我相信伊今日转来，因为恁八月十五、十二月二十。过来！八月十五会去，伊太知咱要去。我是迄阵知影，但是我未宣布啊。伊竟然讲咱八月十五会去，咱普通是八月十二月二十啊。所以我相信，迄确确实实有灵性。当然啦，我唔是讲。怪力乱神，我不爱讲，但也许是巧合。刚刚亲像咱虎屁八叫，咱几个同心伫咧伫这个所在，我有讲，我啊，咱来祈祷，明仔唔通落雨。四十六届内底，刚刚四十三届迄届，要翕相的时阵落雨尔。四十几届，无一届落雨的啦。你讲迷信也无要紧，你讲巧合嘛无要紧。四十六届，搁十届的高级班，六届高山班，四届大专班，无一摆落雨。要翕相的时候停，一掌就好。咱四十六届，再是搁虎屁八叫。三点半翕相，大家坐咧好听。翕刷转来，好过来。感谢老天啦！阿门。阿门。各位，今日咱坐伫遮，咱的副主席讲，希望坐伫遮寒的日子内底是最后一届。不对，明年，咱希望咱的望年会在总统府举行啦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对不？对。
讲出咱的心声。这寒坐伫遮足艰苦的呢，我坐伫遐嘛皮皮准呢。你会讲哦，啊你袂寒哦，你也买穿外套，我足寒的，但是我无买穿外套，是因为这丝衫是咱的礼服。我嘛要甲各位讲，我对台湾有一片的决心。有啥物人会当请咱台湾民进党呢？连续两年内底拢无休困，逐日都伫上，含咱的对手的国民党，咱的对手的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民进党不是对手，他根本不是对手了。中华民国的有关单位，我的学生伊就安尼讲：，老师，阮所有的组织对台湾民政府非常的钦佩，虽然恁是阮要甲消灭，但是看到恁这款做法，阮都会寒呐。面上恁无连看到到一两个影，挑战现在咱的内底，啊，借一寡借口搁跳出来，各位放心啦、啊，影响未了，未着咱啦。有个人，基层公公嘛是台湾民进党支持者，来几摆，啊了创凊彩创一个论一个借口，安尼离开，是这种的。我都没讲话，志不同不相为谋啊！当时我看就知影，所以常常有当时啊，总理、议长拢会甲我讲：“哎、欸，秘书长，你后背也真多呢。”我讲不要紧，你后背就是咱台湾民进党的保险丝啦。哎、欸，稍等嘞，啊！你拍手，你拍什么意思？保险丝是什么意思？你敢听有？听有人家唱？我未讲，你听有我歹势。你保险丝这是我发明的，啊！你听有？啊！你把肚子免了蛔虫。啥？我敢讲是保险丝？因为台湾民政府规个团体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中华民国看你烦恼呢。国民党看到烦恼呢，民进党嘛烦恼呢，按呢当时要爆炸，所以因安排一挂保险丝放在咱内底，迄保险丝等下去报告，台湾民主如果清净，台湾民主嘛无倒，伊未成啦，所以咱的保险丝嘛，哎对不对？各位有头脑啦，别跟遐中国人斗争啊！我是老经验，咱免烦恼，咱做的是照国际法一条一条向头前直甲行去。你要入来内底做保险丝，咱若要用就甲用，啊若歹用甲拔起来就放在边啊尔嘛。所以免烦恼，有照边入来，迄种不要紧。我阁甲你讲。当我这袂当见识爽什么人啊？要别个名单我拢有啦。CIA 两千名伫台湾做假的啊！今天拍手啊！所以你加入这个内底，你讲哦，是不是会将我的消息，我加入了后，会将我的消息放给某咪人？各位，你放心啊！咱这边两百几个去一个先生去参拜，他都有人甲我讲，我真好朋友讲，所有台商拢接到简讯，讲台湾有一个团体两百几个去拜一个先生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所有台湾人、所有中国人现在拢知影，台湾民政府去拜一个先生啦。我会当甲各位讲，
中华民国有关的团体、有关的组织，对咱敬而远之。我相信在座这么多人里面有很多开窍，咱都没注意，不是没注意，超过他去违规啊，红灯右转啊，车牌给人拔掉啦、啊、但是到今天为止没一个人去受于中华民国刑法以上的处分。警察常来跟你说，看法官啊，你台湾政府啦，我是中华民国政府，我不能跟你管，你走开好了。我不是黑白讲的，我常跟你说，现在46代了、哦、那民进党那嘴巴里呢，60代以后一阵的受训啦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啦、啊、你不用拍手了。现在他们就在拼拼，说什么人先来受训，他们常在说、欸、较慢去受训的全理长好好做而已。咱在座的4000名里面，我给你保证，你们都会做很高的行政官员啦，好不好啊？啊，给你拍手。你不用烦恼说、啊、我读书没坐要怎样，读中华民国书如果读越坐越坐啊，读中华民国书必死哦。我真后悔我读得坐，不然我没那么认真啊。汉文要读汉文就吐去了，读汉文爱读日文啊，对不对？爱读英文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咱台湾人苦难，今日拄啊是年底，今日过明仔载开始，我讲68年，今日是最后的67的最后一年，这个苦难伫今日以后可以结束啦，好不好啊？安倍晋三的自民党本来有108席，众议员是480席，这边一条294席，含伊都无收着，一倍半以上呢，就要定位起来呢。维新党就是九员，一条54席，民主党为300几席，剩57席。政党之党9席，所以日本要收的，但是伊会收第96条宪法，就是讲投票免1/4，一半就会使。所以日本明年7月参议员改选，自民党照常会赢一半。安倍晋三在这边，咱去日本的时阵，有派伊的助理，咱含咱交换意见。日本有一挂要选议员的，2月底要派来咱家受训。受训的时阵，我希望咱有两，那伊若派10个，我希望咱有20个的人含伊做伙来受训，5天4夜还是4天3夜。3月13到3月17，5天4夜，日本的大学生要来咱这受训，咱话要要求，咱有40个大学生，还是卖超过35个以上的来参加作为受训，好不好啊？从今日开始，咱跟日本的少年呢，作为交朋友，后摆台湾跟日本联合在一起，对战变成日台共荣。因为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咱台湾人在这块土地
日本伊若修改宪法以后，因就变做日本的臣民，因现准时的身份是日本的国民，因为宪法甲修改去，啊，为着日本现准时，伊不爱做国民，伊要做臣民，伊我有甲伊讲，我若去日本的时阵，恁国民看到臣民爱惊你呢，你爱心惊你，我甲你回你呢。所以日本人伊讲吼，你安尼阮挡袂掉，我要修改宪法，我要甲你同款，我要你做臣民，我欢迎。但你即马做较慢呢，变做小弟啦。安尼有理无？有可以无？日本人，不过日本人做咱的小弟，敢那怪怪呢？因人较济呢。不过咱的头脑较好，咱的法律较清楚。过去67年来，国民党杀你乌白，甲你抹乌白，甲你骗。所以各位，我甲各位报告好消息。后个月1月2日，咱要伫美国的《华盛顿邮报》刊公告，内容是。你美国答应要发给我旅行证件，什么时阵要来发啦？第一，拄啊好是奥巴马1月29日以后的过冬天，迄份报纸会印600万份，全世界的政治首席日本拢看会到，台湾民众要出头天啊啦，好不好？经过 CIA 甲我考过，用台湾民政府这5年啊，你台湾人即马差不多70%到80%知影。我哈，我订6-7摆报纸拢头版啊，内底咱订，安尼讲6-7成，我都有影，阮做调查就是安尼。做咧决定，农历旧历年的7日，咱每日3个报纸的头版，甲订台湾民政府，好不好啊？各位，你现在知道这个消息就开始可以办了哈。你不相信什么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，我诈骗就一个顶一个顶顶到点名为止，好不好？台湾民政府什么拢无，只有钱而已。过去我不敢说，寂寞蛙光，台湾民政府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钱。阿牛波啊！我跟你讲，为即马开始，我也跟你保证，足侪其他党派拢要来加入咱，但系我爱甲咱的总理拜托，甲咱的议长拜托，爱小心呐、啊，唔免惊叫白啊！唔免惊，但你要小心什么物件？头壳无清楚的啦。各位，恁的头壳有清楚无？有。我无听，有清楚无？有。给我小花听尔。有清楚无？有。你无定感觉讲，咱今日这个忘年会，我要让各位会记哩。去年忘年会。是讲马英九要赢80万，你不爱相信。今日忘年会，我要跟你讲，台湾民政府近2年满一年要接到这款。我话在座有真侪，我咧抱着怀疑的眼光。我就要让你的怀疑的眼光，让你跌破眼镜，而且搁绝对相信，好不好啊？但是拜托，你若甲我答应讲一人要介绍一个，有答应人家手我看，啊有人无举手你看，还好手放落，若无介绍会腹肚疼。哎，以前介绍无准准哦，为今日开始才有准准哦。我先讲哦，你拢举手啊。哦，你讲安尼改变，安尼袂使，再问一摆。
要介绍的人举手我看。哦，我拢举手安尼哦，后壁有人无举手呢。伊个是我无看，我查真快，我有看。我跟你讲，啊呐，一人介绍一个，安尼过面啊啦，马上有四千人要接捐款啦。第二家呢，因为刷落去，咱的总理要甲咱做一个国情报告，啊，我准时要结束，因为吼，我知影各位足辛苦的，啊，非常感动的，我若看到各位安尼吼，我当想讲吼，我家己真正努力无够，安尼三更半暝就起床，就坐车去坐车，啊，家己掏腰包，非常感动，各位多谢，谢谢。谢谢郭志柱，掌声鼓励我的秘书长。感谢咱的秘书长。有啥有一种退战哦？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是讲 no？ 好不好？好。我拄仔听到秘书长，遐尼寒，外套无要穿，我这嘛要烫起来。寒，为了台湾，为了咱的祝福，我寒好无要紧，剩几分钟尔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啦。哎呀，这个非常的感动。再来，咱来请咱的蔡总理来跟咱做国政报告啦，哈。掌声鼓励一下。